out of water splashes over fur coat, and the driver flipped me off like that was my fault. Today it may not be my day, but alright. Dollars left by taking shortcuts while I wonder, will I ever meet the Eiffel Tower? Today it may not be my day, but alright. Every day.嗨，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视频。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呢，是我在 UR 里面挖到的一些平价宝藏单品。而且现在正好是夏天嘛，然后又是暑假期间，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平时也是要出游啊，或者出门逛街。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单品呢，很多都是属于这种一穿就很好看，并且很亮眼的衣服。那我会根据它的品类来依次跟大家分享，包括比如说上装、下装、连衣裙，还有包包、鞋子等等的。那今天的这个视频也是有抽奖的，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那首先跟大家讲的是上衣类的单品。那每一次到了春夏季节，我都一定会跟大家推荐 UR 他们家的钩花单品嘛。我真的已经推荐了有差不多3-4年的一个时间了吧。普遍来说，在欧美这边吧，像这种类型的钩花单品呢，都是会在那种卖200-300美金的小众品牌里面才能找得到的。但是你就可以直接在 UR 里面找到，而且设计很多，而且都很好看。那比如说今年我在看他们家的钩花单品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件黑白色的马甲，它带有一丢丢的那种欧洲的乡村度假感，再加上它又是这种黑白的颜色嘛，所以也非常经典耐看。并且呢，当你在看 UR 他们家很多钩花单品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做得很细节，就包括它有这种大的洞洞跟小洞洞的拼接，可以让整个衣服的细节感非常的强，就不会说显得很平价。然后包括它上面这个小花花也是完全立体的一个小花花，就可以给整件衣服增加一些浪漫感嘛。那像到现在盛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单穿，然后里面搭配一个这种肉色的内衣就好了。那到了天气再冷一点，或者说你不想要单穿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直接去搭配一些 T 恤啊，或者说内搭。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钩花上衣呢，是属于这种色彩比较明艳的，因为我之前就跟大家聊到了我今年想要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色彩。然后当时我看到他们家出了这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们的颜色配比非常的高级，就包括它颜色是属于这种米白，然后配了这种比较亮的绿色，就那种草绿色，然后搭配咖啡色，然后再搭配了这种杏色嘛。这几个颜色搭配起来呢，就是在浅跟亮之中呢，它又用了这种深的咖啡色去把它中和一下，拉回来一点。而且它每一个颜色呢，还是用的不同的面料去拼接的，比如说像这个绿色呢，它是带有一些毛绒感的那种面料，是比较立体的。然后旁边呢还用了一个橙色的这个编织，它就是相对比较透感的，所以它有比较厚的部分，也有比较薄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袖子，它是这种天然的喇叭感的袖子，你在穿的过程当中呢，会增加一些波西米亚的自由风。然后你在搭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纽扣根据自己的喜好给打开。像我的话，因为我通常都会在里面搭配一个内搭，所以我就会把前面的两颗扣子都给打开，然后包括最下面的扣子打开，就让这件衣服有点像是前两年非常流行的那个 Shark Mousse 他们家的那种针织的上衣嘛，其实还挺适合夏天去穿着的，尤其是比较适合那种昼夜温差大的地方，比如说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比较冷的话，像搭配这种针织衫就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件想跟大家分享呢，也是这种镂空洞洞上衣。我今年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件这种洞洞上衣了嘛，因为我真的是呢太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了，就是以前不懂得，就是我不懂得这个衣服为什么会卖，就是我觉得它什么时候能穿呀，直到我现在开始觉得有点难以忍受那种进到室内然后空调特别冷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像我现在平时待在家里，然后无论是剪视频啊工作等等的，我都会在外面去套一件这种洞洞的衣服，我穿着才会觉得那个温度是合适的，要不然我就会觉得有点太冷了。像这一件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主要喜欢的是它的整个颜色，它的颜色呢是属于那种深巧克力色，然后再搭配着它是有这种镂空洞洞的嘛，所以它可以透出我们天然的一个肤色，这样呢这个深巧克力色穿在身上的时候是可以显得我们的肤色更加均匀并且亮，就是一个高级的肤色的颜色。而且像这种洞洞衫呢，也非常适合你套在平时你搭配的那些吊带衫呀，或者说吊带连衣裙外面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件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很喜
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巨喜欢它的这个颜色。你一穿上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肤色都变亮、变透、变白，都变嫩了，就非常的好看。而且再加上这一件，它也是带有一些这种洞洞透感的，所以它也可以透出你的肤色。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粉呢真的做得很好，因为我其实自己平时穿粉色的时间很少的，因为我发现像我这种黄二白的皮肤嘛，大部分的粉对我来说都会嫌我黑，或者说嫌我的皮肤质感看起来不好。但是这一件呢，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淡雅粉，就比较像是你在一堆白里面然后加了一点点的粉色在里头，然后调出来的一个颜色，所以就会很显嫩白。然后再加上它整个版型我觉得做的也非常好，设计上面呢就是它在这个脖子的这个地方帮你设计了一个有点像 choker 的东西，然后下面的领口呢又很大，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你平时要穿一些 choker 的衣服它会稍显性感一点嘛，但它可能又会显得你的脖子短。这件呢它因为下面就是这里做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弥补了这个问题，而且还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大气。那如果你想要在搭配的时候更加正式感一点或者更加亮眼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脖子这边再去搭配项链。然后它这一款的袖子呢也是属于这种偏喇叭感的袖子，大家看到没有，就也很好看，这件我好喜欢。然后它这一件呢是属于带有一丢丢毛感的那种设计，所以如果说你是属于皮肤敏感的朋友，就你平时穿那种100%羊毛的衣服都会觉得有一点痒啊或过敏的话，这一件呢我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不属于那种会过敏的比较敏感的皮肤嘛，所以我穿这件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就没有觉得不舒服。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上衣呢就是一件这种小马甲的上衣，然后它的整个设计呢就是属于比较简约挂的，然后颜色是米白，然后旁边嵌了这种黑色的条纹嘛，它穿上的时候真的是巨显身材，但是又不会说特别贴，因为它在腰部这边的位置呢是做了一些空间的，大家看就是一个直筒的空间，所以你穿上的时候你腰部不会像你平时穿那种棉质的背心那么的贴。然后其次我最喜欢的点呢是它的整个扣子，它的扣子做的是很像包包的那种扣子，就它是一个扭转然后可以打开的一个这样的五金扣，就还挺有质感的，再加上它又是一个高腰的线条，所以一穿呢就可以显得你的人的比例非常的好。那这里我在搭配它的时候呢，我主要搭配的就是一条比较长的直筒的裤子嘛，因为我是希望说平时我在搭配这种上半身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搭配出一些时髦感或者说相对而言的一个高级感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只选择露一边，比如说你上半身搭配的是一件比较遮的衣服，那你就可以去搭配短裙短裤，那如果你上半身搭配是这种稍微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那你就可以在下半身去搭配一些长裙长裤，这样呢选择性的露一边呢是会相对而言比较中性然后偏时髦感的一个搭配。那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上衣呢就是一件西装马甲了，就这几年都很流行西装马甲嘛，然后普遍来说呢都是那种相对而言比较基础的设计。那当时我看到 UR 的这件的时候真的是巨喜欢，因为我在找这种后背有镂空设计的这样的马甲找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的整个设计呢还挺有就现在比较红的 Peter Du 的那种风格的，因为 Peter Du 他也是 Phoebe Philo 旗下走出来的设计师嘛，但我觉得他的设计要相对 Phoebe Philo 来说是会更加犀利剪裁更加利索一点的，然后这件就属于我淘到的我觉得稍微可以平价一点尝试 Peter Du 他们那种风格设计的单品。所以当我在 UR 找到这件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巨高兴，首先是它的整个剪裁做得很好，就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就这儿鼓个包啊那儿鼓个包不服帖的那种感觉，因为像这一类的衣服它只要一不服帖就会显得不高级，而且它的整个颜色我觉得选择的也很好，是属于这种米灰色，就是在浅米色当中呢加入了一些这种灰，所以当你在搭配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更加的显中性一点，然后再加上它后背的这个露腰的设计真的实在太好看了，而且因为它旁边侧面这边也是露腰的，所以可以恰到好处的把你的整个腰线给露出来。好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抹胸，那我其实用它呢搭配出了很多不同的穿搭，那它其实是可以一套的，它有一个同面料的这种半身裙嘛，所以你也可以直接买一套回去搭配。我先讲这个上半身的抹胸吧，因为我每一年的夏天呢我都可以在 UR 里面淘到非常喜欢的抹胸单品。首先是我发现他们家在做抹
胸的时候呢，整个版型然后设计都会做得很好。因为我经常在其他品牌里面去淘一些抹胸单品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要不然就是它没有办法把尺寸做得很合身，或者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和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吧，因为我们没有那么 curve 嘛。有时候穿上身的话呢，你可能胸不合适了，但腰又不合适，就会很奇怪。其次呢，就是有一些抹胸的单品，我在穿的时候它会往下溜，就你就每次穿的时候都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但是我发现我在 UR 他们里面调到的这些抹胸单品呢，穿着的时候都非常舒服，包括他们在这上半圆这里都做了防滑垫的，穿的过程当中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往下溜。然后这一件我当时看上的主要就是它的整个颜色，然后还有它的整个这种皱褶的设计。首先是它的整个颜色吧，就是属于这种深蓝色，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面料上面是做了那种纸质感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这种纸质感的一些微皱褶，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线条，所以说它可以让整件衣服增加出一些牛仔感，但是它又不是牛仔的，因为牛仔的话呢，它会面料比较厚实嘛，就夏天穿会稍微有点热，但这件就完全不会。然后再加上它上面这里做了是各种各样的皱褶的，所以它不会是一件像常规的那种 tube 一样的比较平的抹胸，穿上身之后你的整个身材一览无余嘛，那你稍微哪里有点小肉肉啊，或者说你内衣的痕迹它都会完全透出来，这一件就完全不会，因为它外面的这个皱褶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缓冲空间的。那平时我们也可以就直接单穿它嘛，就到了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日常去穿它，你不想要太过有那种 dress up 的感觉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搭配一件 T-shirt 然后来做一个叠搭，这样呢就会更加有一个日常感。那它下面的这条半裙呢，总体的设计跟那件抹胸是一样的，都是带有这种皱褶感的设计的，所以你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里有点显我小肚子，那里又有点显我那个内衣内裤的痕迹，它都完全不会。而且它的整个版型呢，也是我今年非常喜欢的那种铅笔的直筒裙的那种版，然后包括它在侧边这里还给你开了一个叉，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也不用担心说你的腿打不开。那我在搭配刚刚那件抹胸的时候呢，还搭配了一条这样的白色半裙嘛。这条白色半裙我今年真的找了好久啊，就在我之前给大家做2024春夏流行趋势的时候就在找了，因为当时我就跟大家分享说，今年的有一个流行趋势是属于那种 white noise 嘛，就是这种白裙子，然后再搭配了一丢丢的波西米亚风。那我就一直都非常想要找一条棉质感的，然后带有一些空气感的那种白色的 A 字裙，就它的整个版呢，上面一定是要有这种拼接的，这样你在穿的过程当中呢，它才会有那种体积感，那种膨胀感。因为像这种裙子它就是要融合进一丢丢的公主风。然后来我在 UR 里面找到了这一条，我真的是巨喜欢的。首先是它的整个腰带是属于这种弹力带的，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提到多高。然后其次呢，它在这个腰带这里还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可以给这个裙子上面的这种少女公主感有一个呼应。然后再加上它的整条裙子的质感是做得很好的，因为通常这种棉质的白裙呢，最大的缺点就是你怕它透，它一旦一透啊，那个就完全不能穿了。但是这一件呢，它是完全不透的，而且它是直接给你做了两层，外面呢就有一层这种棉质的嘛，然后里面还有一件棉质的内衬。我甚至还尝试了在里面去穿那种有颜色的内衣，反正这一类的这种长的白色半裙也是属于今年的一个流行单品之一。它在搭配的时候呢，整个范围也是很广的，你平时就日常要搭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搭得比较清新，然后邻家感，比如说在上半身就搭配一个简单的 T-shirt。 那如果你想玩叠搭的话呢，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搭配一个抹胸然后搭配 T-shirt。 那如果想要往女生感去靠呢，就可以搭配我的这件粉色的上衣。反正像这条半裙呢，我觉得除了在特别冷的时候不能穿，其他时候都是可以去搭配的，然后你到了秋天要在外面去搭配外套都可以，甚至说你还可以玩那种硬朗酷感的一个混搭，比如说在外面去搭配那种皮衣都是可以出很好效果的。那接下来要跟
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一条半裙。没错，因为我今年真的淘到了好多我很喜欢的半裙和连衣裙的单品。然后这一条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深蓝色的半裙，它的整个版型呢跟刚刚那条白色是差不多的，都是属于那种自带 A 字感的。然后整个料子呢也是那种棉感的。然后这条裙子呢，它也是在这里做了一个皱褶的拼接，然后包括它还设计了一个口袋。刚刚那条白裙子它是没有设计口袋的，因为我发现很多这种偏白的这种棉质的单品吧，它都很少会给你设计口袋，可能是因为如果一旦设计的话，那个口袋的痕迹肯定是会透出来的，就会降低这件衣服的一个质感，所以就还不如不要。但是这条深蓝色呢，它就可以作为口袋，大家看这就有一个，就会更加的方便。然后包括它在侧边呢还有两根绑带，这边两根都有，然后你也可以系一个蝴蝶结，或者就搭落在这边，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跑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飘带它会飘起来嘛，就会增加整体穿搭的一个动感。那当时我在搭配这条半裙的时候呢，我是直接搭配的我刚刚分享的那一件后背有挖洞的那个马甲嘛，那它这样一混搭起来呢，就会增加一些正式但是又休闲的风格。那如果你想要完全度假休闲风的话，你上半身就可以直接搭配跟那种亚麻的衬衫啊，带一丢丢透感的衣服，都是可以增加它总体的那种慵懒氛围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件这种中式风格的单品了，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 UR 挖宝的一个类别，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欧美品牌都是基本上不会出中式元素的单品嘛。那如果你要去找一些中式元素的单品呢，要不然就是去找专门做这一类的设计师品牌，比如说像乌马王 ZK Chen， 那他们的价格呢可能又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平价一些的中式元素的话呢，我就是巨推荐大家可以去 UR 看，因为这些年我也在 UR 里面挖到了很多，然后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件嘛。那今年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两件，他们主要的这种中式的一个审美呢是来自于它的整个面料的，就它的整个面料呢是属于那种立体的一个皱褶，就天然的很像是那种树枝或者树叶的一个痕迹，然后印在了这个衣服上，再加上它整个衣服上面是泛着微光的，就是有那种断面的光泽，再搭配它的这个皱褶呢，就是会出现那种波光粼粼的效果。并且这条金色半裙它所散发出来的光泽非常像是我看到的那种很多国画古画会用到的一种金，或者说也很像是我当时去日本然后去了他们那个金阁寺，在它的那个屋檐上面看到的那种金，就它是属于那种纯金，就不会特别的亮嘛，就带有一些哑光的质地，是属于很标志性的这种亚洲式的审美。并且我觉得像这一类的金还更加适合你在室内去穿，我觉得室内穿着的时候它散发出来的光泽会比在室外更好看。其实这也是我们亚洲人对阴翳的一个审美，因为我们去看故宫啊，或者说任何的那种古老的房子嘛，你都会发现说它这个房子采光都是不会特别好的，并且啊这个房子里面的整个家具啊然后摆件啊都是属于那种深色的，就来自于说我们以前的老祖宗是对这种阴翳是有偏爱的，他们觉得很多的物品摆在这种比较阴暗的地方是美丽的，就包括像这条裙子，比如说你穿去晚上聚会的话，我会觉得比白天还要更加的好看，它会在微弱的灯光下熠熠生辉。然后另外还有一条裙子呢，我就觉得是无论在室内和室外穿都会很好看的。然后它是一条连衣裙嘛，它整个料子呢跟刚刚那条金色的是一样的，但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颜色，它是属于这种薄荷绿的颜色，所以它就会更加的清新自然挂一点，所以当你在夏天穿它的时候，就真的很像是夏天含了一颗薄荷糖一样的清爽，就整个色系实在太好看了，我当时就是因为爱上了这个色系入的这一条。而且这一条的版型就是非常简约的这种吊带裙嘛，而且它的整个吊带呢也是可以调节的，而且这一条的整个长度我觉得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我1.72米的身高，我穿着的时候差不多是7分或者6分的样子吧，说实话我觉得它是稍微短了一丢丢，对于我来说它如果再长个大概5厘米是合适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更推荐这条裙子给比我的个子更小的女生，你们在穿的时候呢整个长度还会更合适一点，它就是可以恰到好处的把你脚踝就这一节最瘦的位置露出来，整个人才会是显瘦的。然后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这个面料是这种缎面的，然后在上面有立体的这种花纹，
所以真的就是体现一种很高级的波光粼粼的风格。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呢，也是一条这种连衣裙，只是这一条我觉得就更适合去出席一些相对较为正式的场合，或者说你穿搭的风格呢是比较酷感一丢的，我觉得这一件就会很合适。首先是它的整个设计就比较成熟，比如说它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呢是做的那种伸开领，就它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波浪纹，就有一个自然的锥片线条在这边。就如果说你的整个穿搭想要体现的氛围是相对比较成熟优雅高级的话，像这种领口呢都是不会出错的。然后再加上它在腰部这边有轻微的一个收腰，但是又不会收的特别的紧，所以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刚好的有去凸显一些腰线，但是又不会太勒身体让你觉得不自在。而且这条连衣裙它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的一个这个裙边的位置，其实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元素呢也是这种不对称的一个裙子。那这一条呢它就是刚刚好有点像斜切一样一个不对称嘛，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简的范围内去体现了一些时髦感的。而且再加上这一件呢它是一个双层的设计，然后里头呢还给你增加了一点像这种薄纱一样的一个面料，也可以融入进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薄纱的一个元素。而且它下面的这个料子呢我觉得还挺像那种宣纸的，然后汤圆觉得非常像是那种蝉的翅膀，就是蝉翼的那种透感，然后但是上面又有很天然的一个纹理，还挺高级的，就非常的漂亮。反正这条裙子呢就属于那种相对而言比较日常然后比较简约大气感的一条连衣裙，就如果你需要一件夏天可以穿去一些相对较为正式场合的连衣裙的话，我觉得这一件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同样也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但它穿上身的效果呢就会更加的亮眼一点，主要就是来自于它下面的裙摆了。它做的就是这种皱褶的裙摆嘛，但通过的是一种不对称的设计，让它做出了一种手风琴的感觉。再加上这个摆褶的位置的料子呢是属于那种同样带有皱褶但也是缎面的料子，所以它跟你上半身的这个面料呢可以形成一个层次感。并且这一件呢因为它就是这样不对称的设计嘛，所以它在右边侧边呢这里就等于说做了一个开口，所以当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呼吸感的，因为它也露出了一些腿部的线条，就不会像那种特别长的裙子然后显得整个人的呼吸感会弱一点，就会觉得好像有点闷，这一条就完全不会。而且这一条搭在上半身这边的设计呢也是相对而言会更加正式一点的这种平口的设计，所以你要穿着它去参加一些晚宴啊或者会更加正式场合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穿着。然后再加上它是一种吊带的设计嘛，所以你在搭配的时候呢范围也会更广，比如说你也可以同样的在里面去搭配一些背心或者吊带玩一个叠搭，甚至说你也可以在外面去搭配我刚刚分享的那种罩衫，就洞洞的罩衫，就还可以透出这种层次感。好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条连衣裙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日常的款式。它的日常主要是来自于它的整个面料，就它的面料呢就是自带有轻微弹性的那种棉质的料子嘛，所以像这一类的连衣裙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接地气比较休闲日常挂的，所以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轻松放松一点。所以像这条裙子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你平时在日常去穿着的，比如说去逛超市啊，遛个狗啊，随便出去丢个垃圾啊，但是同时呢它又有一定的设计感，所以你想要把它搭配的相对时髦感一点的话也是 OK 的。首先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这种方领的一个领口嘛，你看这前面是一个平口的，所以说我们的整个这种肩颈的线条这边是完全展露出来的，像针对我这种大脸人来说的话呢就会更加友好一点，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更加的清爽。然后其次它旁边这个腰部位置两边都是设计了这种轻微皱褶，等于说帮你轻轻的收了一个腰，就不会像是很多那种棉质的直筒的裙子嘛，就它有点太不显腰线了，这跟穿着就有点邋遢，这件就完全不会。然后它的整个下摆呢也是那种相对比较大的 A 字散下来，所以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线条呢也是一个正三角的线条，像这一类的裙子你搭配起来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显得整个人的比例会更好一些的。那像这条裙子我在搭配的时候呢我就是直接在外面搭配了一条这种棉质的一个白色衬衫，然后当做一个罩
衫罩在外面就 OK 了，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在外面搭配你的这种防晒衫，它都是可以很自然的融合进去的，因为它不会说太过的时髦感或者太时尚。但是如果你又搭配一个防晒衫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嘛，这件就是完全不会。而且同时这个料子呢，我发现它还有一个这种 tank top 同一个颜色的版本的一个裙子，就大家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如果你想要更加运动风一点的话，像那件 tank top 的设计就会更适合你。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在 UR 里面淘到的一些配饰类的单品。首先呢就是这双凉鞋了，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一到夏天嘛，我基本上穿的凉鞋啊都等同于是拖鞋，很多呢就是这种平底的，因为说实话夏天好穿凉鞋实在太少了，它一旦一带跟，然后很多很多花哨的设计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合脚的。然后我又不爱穿那种会磨脚的鞋，因为我觉得会把我的脚嘛就磨破皮了之后呢，你的整个脚的颜色不是就会有深有浅，然后还有疤嘛，就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一双鞋子去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且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干净，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皮肤均匀，其实要比你穿的衣服或者说鞋子好看要来的更重要。所以通常我到了夏天，要不然就是会穿一些运动鞋啊，那种好穿的鞋，要不然呢我就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舒适的凉鞋。反正我给大家推荐的鞋子大家买回去肯定都会发现真的都是很好穿的类型。然后今年呢我就发现 UR 他们也出了一双很好穿的凉拖鞋，它是属于这种面包感的。我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就跟大家推荐过这种面包感的单鞋嘛，就那双厚底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真的巨好穿。然后我发现它出面包感拖鞋的时候我就立马入手了，因为我发现这种面包感的鞋啊它是绝对不会磨脚的，因为它实在太软了。然后再加上这双鞋子呢它也是属于那种完全可以去帮助你平衡头脚比的，就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头偏大的人的话呢，选择这双鞋你再去搭配一些量感稍微较大的衣服，比如说它比较蓬的衣服的时候，它也是完全可以帮你 hold 得住的，显得整个人的比例是很好的。然后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在 UR 这次淘到了一个帆布的包包。反正他们家的包包我之前也已经推荐过很多很多个了嘛，然后今年呢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帆布包，所以我就看到他们有这种帆布拼黑色皮的一个包包的时候就入手了。这样如果你的一些配饰包包或者说鞋子有这种黑色的元素的话，这个包包都是可以与之搭配的，所以它也是非常百搭的。再加上这款包真的很能装，它里面很大，大家看，而且都是这种双层的一个帆布，就自带有夏日感嘛。就如果你在选择一些夏日包包的时候，但是你又担心说如果要去买一个很贵价的品牌你觉得划不来，就只能夏天背，冬天背这种帆布包又看起来会很怪的话呢，其实选择 UR 他们家的包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很明智的选择。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包包的背法也很多，因为它有两个肩带的类型，一个是手提的，一个是可以这种肩背的，所以你也可以肩背着然后出去玩，就还挺合适的。甚至说这个包我觉得你平时背它的话，无论是上班还是你就临时出门要去购物，你买的一些东西直接放进去都是完全 OK 的，都可以当一个购物袋来用了。然后除了这个鞋子和包包以外呢，我还有一个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 UR 挖宝的东西呢，就是棒球帽了。因为大家会发现我真的很喜欢戴棒球帽嘛，然后棒球帽我也有很多个，然后经常都会有朋友问我说，哎，这个棒球帽是在哪里买的？那我有很多的棒球帽都是在 UR 里面淘到的。因为普遍来说我在买棒球帽的时候，我要不然就是会买美国这边棒球队的一些带有 logo 的棒球帽，但普遍呢我都会买一些基础色，比如说白色黑色，因为美国这边出的很多的这种棒球帽的颜色真的不是很高级，但是 UR 他们家的很多棒球帽的彩色系就会非常的好看，而且他们的整个帽型做的也是很好的。因为通常来说我在北美这边买棒球帽吧，十个里面有八个我都是戴不了的，就它的整个帽檐要不然就太扁，就这个弧度不好看，要不然就太窄，戴上之后你就会显得我的脸特别宽特别大，所以我是需要说它整个帽檐这边的弧度是要够的，然后它又是要够宽的才 OK。然后我买下来的话呢， UR 他们家我起码入了不下五个棒球帽了，都是同样的帽型，我戴的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它帽子的这边的一个弧度和高度都是可以帮助你去调节你的这个颅顶的，不会太扁。然后这一次我入手的这款呢是属于这种沙色的， 就正好可以跟我之前入手那个 Essentials 的搭配在一起，就还挺好看的一个颜色。我推荐大家在入手他们家其他单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逛一下这个棒球帽，可以顺带一起入手了，就颜色很多很多。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那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在 UI 里面挖到的宝藏。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同时也是有抽奖的，那大家只要关注了我的频道，点赞这个视频，并且呢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只要分享说你今天种草了什么样的单品，或者说你之前有没有入手过 UR 的任何的单品啊，然后你自己的感想啊，你的想法如何就 OK。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会抽3位朋友分别送出$100的 UR 的礼卡。那因为我前前后后推荐了很多 UR 的单品嘛，所以我也请他们品牌帮我做了一个我推荐的页面，就所有我推荐过的单品都会在里面，这样方便大家去逛。包括呢最近 UR 他们也有在大促，所以我会把 sale 区的一个直达链接放在下方，包括我推荐的一些正在打折的单品都会整理在下面。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我们就下视频再见了，拜拜。